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研讨《大智论》卷87，请看讲义2524页。这一品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一心具万行品。他提到一念中能够具足万行。须菩提，请问佛：世尊，云何菩萨行般若时，一念中能够具足六度，还有四禅、四无量心啊，还有佛功德、十力、十无所畏等？佛告诉须菩提，菩萨如果不远离般若波罗蜜的话，那么所修持的一切善法就能够具足。为什么呢？因为般若波罗蜜它含摄了一切善法，而我们修行又不远离般若波罗蜜，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就能够含摄一切善法。好，底下须菩提白佛言：云何菩萨不远离般若波罗蜜故？一念中具足行六波罗蜜，乃至80随行好。佛说，菩萨行般若时，所有布施不远离般若波罗蜜不二相。所谓不二相，就是去除种种异想分别。以布施来说，它不再分别施者、受者，也不再分别所布施的物啊，是贵或者是贱等等。那这样子跟实相般若相应的话那就能够具足一切善法啊。这样子布施能够跟实相般若相应的话，那这样的布施才能够称为布施波罗蜜。同样的，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乃至80随行好，都是这样子不二相具足种种的异想分别。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布施时不二相乃至修80随行好不二相？佛回答：菩萨行般若时，欲具足布施波罗蜜故，那于布施波罗蜜中能够含摄诸其他的波罗蜜，以及三藐三菩提啊、三解脱门啊，乃至佛十力啊、80随行好等。须菩提又请问：云何菩萨布施时，摄诸无漏法？漏是烦恼，无漏就是没有烦恼能够含摄种种的无漏法。佛回答：若菩萨行般若时，住无漏心布施清净不夹杂烦恼的布施如果说有所悭贪呐或有所祈求人家回报啦，这个就夹杂了烦恼了。这些烦恼一切都去除，以清净无漏心来布施，这样子无漏心中就不见有任何的相不会执着哦，谁在布施？那谁接受这个布施？或者是所布施的东西的价值如何这些都不分别。以这样的无相心、无漏心，断除贪爱，断除悭贪心而行布施。这时不见布施甚至这无上菩提啊，也不见。就是说，即使无上菩提也不执着，他不会执着我行这样的布施，将来有一个无上菩提可证可得，他也
能够观空啊。此菩萨以无相心、无漏心持戒，他也不会执着啊，我在持清净戒啊。同样的，他也不执着一切佛功德。那用这样的无相心、无漏心来修忍辱，也不见忍辱啊；修精进也不见精进；修禅定、修智慧啊，也都不执着啊。甚至修四念处等三七道品，乃至八十随行好，也都不执着这些法啊。甚至一切佛法、佛的实力、事无所畏等功德啊，行者也不执着啊。须菩提，请问：若诸法无相、无作。如果诸法是毕竟空，都是无相无作的话，那如何具足六波罗蜜？如何具足上七道品、三解脱门，还有佛实力等佛功德？又云何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呢？好，底下佛曰：六度，就六度来回答啊。首先谈布施波罗蜜。佛告诉须菩提，菩萨行般若，以无相心、无漏心布施。如果有人需要饮食，就给他饮食啊；需要衣服，给他衣服，乃至不管他需要什么啊，全部给他啊。若内财，若外财啊，内财就是我们的身体性命啊，外财就是啊，外面的田园财产啊，啊，财物这些，或者啊，分解割截自己的身体，或者是都城啊、妻子等，可以，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话啊，都布施给众生。若有人来告诉菩萨说，你为什么这样布施？这样的布施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一点利益都没有啊，那菩萨他也不退心，行般若的菩萨心里这样想：此人虽然来呵责我布施，可是我绝不后悔，我应当精进行布施，不应该不给。布施以后啊，这样子以清净心行布施以后，可以得到福德。而这样的福德呢，并不是自己独享，而是与一切众生平等共享。把这些福德回向无上菩提，也不执着是谁在布施啊，谁接受布施啊，是谁在回向啊？我什么是回向法？那什么是回向处啊？回向到什么地方啊？如果以菩萨来讲，回向者就是菩萨本人呐啊。从世俗来讲，回向者，那菩萨他拿什么东西来回向呢？他可以自己修功德，把这些功德来回向无上菩提啊，无上菩提就是他的回向处。那回向的内容，他拿什么东西来回向呢？可以自己修功德，或者随喜佛、菩萨、二圣啊，甚至一般人他的功德，行者这样的随喜也可以得到福德。所以把自己所修的福德还有随喜的福德一起用来回向无上菩提啊。可是菩萨他不执着回向的是谁啊，也不执着啊这本身所修的功德福德，也不执着回向处的无上菩提啊。因为这都不能够任何取向执着嘛，
这些相都不可见。为什么呢？一切法皆以内空故空。底下提了十二种空，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始空，善空、性空，一切法空，自相空。啊，这些空的内容啊，详细可以参考《大智论》卷31啊，对十八空的解说。如是观，作是念啊，回向着谁？回向何处？用什么法回向？那都不执着，才是正回向啊。尔时，菩萨能成就众生进佛国土，能够具足六波罗蜜，乃至37道品、三解脱门，啊，还有佛的实力、18不空法等啊。菩萨能够这样子具足布施波罗蜜，而不取着世间的果报，不受世间果报。一般如果有漏的布施的话，啊，夹杂的烦恼来行布施的话，也都只是得到人天的福报而已，啊，这个都还是有为有漏的世间法。可是菩萨他是以无相心、无漏心来行布施，啊，他不受世间的果报，啊，不会感得人天，啊，的有漏，啊，只是享受人天的福乐而已，啊。譬如他化自在诸天，随意所需，啊，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他化自在天是第六欲天呐，啊，这个天是，以他人所化的乐事啊，取来受用啊，所以叫他化自在天。菩萨也是如此啊，心里愿意得到什么，那随菩萨的心意就可以得到。而菩萨这样的清净布施啊，可以得到很多的资具啊，那用这样的布施果报拿来做什么呢？并不是自己享用啊，啊，它是用来供养诸佛，还有满足一切众生啊，天人、阿修罗等。菩萨以布施波罗蜜来摄受众生，啊，用方便力啊，以三圣法啊，就声闻、独觉还有佛法来度化众生啊，令众生得到究竟解脱。如是，菩萨于无相、无所得、无作诸法中，啊，具足布施波罗蜜。好，底下谈持戒波罗蜜。菩萨云何于无相、无所得、无作法中具足持戒波罗蜜呢？菩萨行持戒波罗蜜时，持种种戒，所谓圣者所赞叹的无漏戒，圣人所赞叹的无漏戒，入八正道分的戒。那八正道是圣者他所行的，里面也有正语、正业、正命，那又有正见相应，这些跟 八正道所相应的戒，还有自然戒。自然戒像佛是无私自物啊，佛在剃发出家的时候就自然得比丘戒。报德戒跟受德戒这是一组，我们在去找戒师，找和尚来受戒，请他受给我们戒法，这个叫受德戒。那如果有行者他修行非常非常清净，他隔生，就是转世啊，
生下来的时候，他心里就是很清净、很善良，就自然持戒了，自然持清净的戒，这样的戒叫做报德戒，生下来就果报所得。那他不需要再从戒师得戒，有的他自己本身呢，就可以有这种果报所得的戒法。那一种是心生戒，有的戒他只是心里面想，我从现在开始我不杀生不偷盗，他没有说出口，或许也没有去请求戒师为他受戒，取一个决定心的念，从现在开始不犯戒，这是心生戒。那这样的一切的戒都不缺损，不破，不破戒，不杂，不杂。我们看脚注108，在脚注108刮胡二大正卷22，这里有提到引文的第六行，为涅槃为世间向二处四名为杂，就心里不专一啦，不纯净，等一下又想要向涅槃，等一下又向世间，那如果以菩萨来说，那当然一心一意是要朝向无上菩提，他不能自己急着住涅槃。如果这样子，等一下又想要向世间呢，或者急着入涅槃，而不一心一意向佛道的话，这就是杂啊。那菩萨持清净戒的话，他不杂啊，也不污浊，而且不执着啊。不执着的话，我们在角注108，刮胡二。倒数第四行，余戒不生爱慢等诸烦恼，持戒啊，不会再去爱着，或说我持戒啊，对众生起轻慢心，他不会有这爱跟慢的烦恼夹杂。他知道戒的实相是空相，不会再执着这个戒法。这样的持戒没有系缚啊，这是不执着的戒。另外自在戒，自在戒脚注108刮胡二的倒数第五行，随戒不随外缘，如自在人无所系束啊，不会被什么所拘束所拘判，持这样的清净戒不为爱结所拘束啊，那能够自由自在，这是自在戒。另外还有智所赞戒啊，智者啊，特别是圣人所赞叹的，如脚注108刮胡二引文的最后一行，诸佛菩萨必知佛及声闻所赞叹的戒，如果行这样的圣者所行的戒，那就是智者所赞叹的戒。好，那对这些戒法都无所取着，以这样的清净的持戒与一切法都无所取着，不取着五蕴，连32相、80随行好也不取着，那也不取着持戒的果报，可以得到这刹帝利啦、婆罗门或者居士大家，也不执着六欲天，或者是
色界的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也不执着四无色天。那二圣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必知佛道，也不执着。或者转轮圣王，或者天王，这些都不执着。因为有人持戒，随着每个人持戒的清净啊，或者善巧，得到果报不太一样。而菩萨持戒啊，一切都不取着，但为一切众生，他是为一切众生而修六度啊，持清净的释罗波罗蜜。那所得的这些功德呢，是与一切众生平等分享，而回向无上菩提。以无相、无所得、无二为方便来回向。那这样子的持戒清净回向无上菩提，这是以世俗法方便说，而不是第一义。假如是圣义地的话，那就没有回向的人，也没有回向的地方，对所修的功德福德也是不可得。那说所依清净持戒得到的福德来回向，这个是依世俗法来说。那即使依世俗法来说，它是以无相、无所得、无二为方便来回向。菩萨具足持戒波罗蜜，有清净戒，再进一步以方便力起示禅，修禅定，不贪着禅定位，得五神通。因示禅得天眼，菩萨住两种天眼，一个是修德，一个是报德。所谓修德的天眼，就是行者虽然现在还在欲界，那他修四根本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四根本禅可以得到天眼通，这个叫做修德。天眼是天所得的这个天眼嘛，但是他虽然是还在人呢，在欲界的人还可以得到这样的清净的天眼。那可以得到天眼，他必须具备有四根本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才可以啊。这叫修德。另外报德呢，就是行者他生在色界诸天，他生下来就有天眼，这个叫报德。他生在色界诸天而自得清净的天眼，这个叫报德。得天眼之后，见东方现在诸佛，可以看到诸佛为众生说法等等。这行者乃至得无上菩提，他见诸佛为众生说法等种种的事情，他所见的事都不会失去，都不会忘失。那南西北方还有四维，就是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还有上下，也就是十方现在诸佛乃至得无上菩提，如所见不失。我们对照角注114，玄奘大师的翻译，菩萨用一熟生清净天眼，一熟生的清净天眼就是报德的天眼，他经常见十方无边世界现在诸佛安稳住持，
他看到诸佛在做什么呢？这些诸佛是为有情啊，为众生宣说正法。而菩萨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一直到自己证得无上菩提，他所看到的这个景象都不会忘失。好，这是菩萨的天眼。再来，菩萨用天耳净，就是清净的天耳，他超越胜过一般的人耳所听到的范围。菩萨的清净天耳可以听闻十方诸佛说法，而所听到的法都不会忘失，能够自己受益，也令别人受益。再来，菩萨以知他心智，就是他心通，能够知十方诸佛心及知一切众生心。他心通知道众生心，这个没有问题了。但是为什么这菩萨的他心智可以知道十方诸佛的心呢？诸佛的层次比较高啊，为什么菩萨也能够知道诸佛心呢？在大智论卷33，大正章25册，306页上南到中南，306的上南到中南，那边有解释到这个问题，就是菩萨为什么能够知诸佛的心念呢？第一个，佛以神力令菩萨了知。第二个是菩萨他跟般若波罗蜜相应，那般若是无碍相，般若都没有障碍了，般若无相没有障碍。诸佛心的真如与菩萨心的真如啊，是一如没有差别，就是说菩萨他体悟般若波罗蜜这样的真如没有障碍，这样菩萨心的真如跟诸佛心的真如是没有差别的。菩萨随这样的真如就能够知道诸佛的心，而菩萨以知他心智知道十方诸佛心，还有知道一切众生心，也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在菩萨用宿命智，知道过去诸业因缘啊，这种种的业因缘不失坏啊。众生在在处处所生啊，菩萨都能够了知。在菩萨用肉尽智啊，令众生得到声闻四果，还有必知佛道。那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够令众生入善法中。这里只有提到令众生得二圣果。我们看角注118，贤能大师所译的《大般若经》啊，这边提到菩萨用肉尽智安利有情，或者令他住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或者令他住独觉菩提。后面还有提到令住菩萨圣位，或者令住佛的一切智智。菩萨在所生处，随诸有情堪能差别，好方便令他安住于圣善品中。所以贤能大师的翻译，他不只是令众生得而圣果，
也可以令他得菩萨的正性离生或者是佛的一切智。如是菩萨于诸法无相无所得无作具足持戒波罗蜜。好，接着忍波罗蜜。云何无相无作无所得而菩萨能够具足忍波罗蜜呢？佛回答，菩萨从出发意以来乃至做道场，做道场就是在成佛之前的菩提座，就即将要成佛了。在这中间，如果一切众生来以瓦石刀杖加害菩萨，也不是一个两个众生而已，一切众生啊，大家丢你一个，那一个又打你一下，菩萨这时候都不起嗔心，甚至一稍微的念头都不起，乃至不生一念。尔时菩萨应修两种忍，一者一切众生恶口谩骂或者是刀杖瓦石加害，他都不起嗔心。第二，他是体悟一切法无生的无生法忍。这忍是智慧的别名，就是深刻的体认一切法不生不灭这样的智慧。如果有人来对菩萨恶口谩骂，或者是以瓦石刀杖加害，尔时菩萨应当这样子思维：骂我的是谁？其实菩萨他体悟众生空了，他并不是在分别说哦某甲骂我，或者是某乙谁谁谁在骂我，他不是这个意思，是说骂我的人难道有一个实在的实体吗？那么讥讽呵责讥讽呵责我的是谁呢？殴打我的是谁呢？那谁在忍受这些苦呢？谁在忍受他人的打骂恶口呢？即使菩萨应思维诸法实性，诸法的实性其实就是毕竟空了，空性没有实在的法，也没有实在的众生，诸法都不可得，那哪有实在的众生可得呢？比如说众生是有五蕴假合嘛，那菩萨都能够观五蕴是空啊，没有实在的五蕴，那怎么会有实在的众生可得呢？如是观诸法相时，不见恶骂者，也不见割截者。菩萨这样子观诸法实相，就可以得到无生法忍。云何名无生法忍？他是知道诸法实相是毕竟不生，这是无生法忍，了解诸法实相是毕竟不生，而诸烦恼从本以来也常不生。我们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脚注122刮52倒数第二行，云何名为无生法忍？令一切烦恼不生。有智慧就没有烦恼嘛，菩萨他了解众生空法空，可以令一切烦恼不生。那如何令一切烦恼不生呢？那必须要有微妙的智慧，常无间断了。如果智慧一间断，烦恼就乘虚而入了，就会升起了。即观诸法毕竟不生，是故名为无生法忍。
菩萨安住众生忍法忍，能具足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还有三七道品三解脱门，还有佛实力等功德。菩萨安住于圣无漏的出世间法，这样的圣无漏的出世间法是不与一切二圣相同，它是超越二圣的。具足圣神通，住圣神通矣，以天眼见东方诸佛，世人得念佛三昧，就得到念佛三昧。那这念佛三昧一直到成佛为止都不会断绝。我们对照角注一二三，贤奘大师的翻译：安住如是圣神通矣。贤奘大师他是用殊胜的胜，罗什大师他是用圣者的圣，意思可以通，这边都是大菩萨的神通了。以净天眼经常见十方无边世界现在诸佛安稳住持，诸佛为诸众生宣说正法，乃至菩萨证得一切智智，其佛随念常无间断。这里的佛随念就是念佛三昧，也就是说菩萨他以天眼看到诸佛，那看到佛这样的念佛三昧，他永远不会间断，一直到成就无上菩提。那如果这个念念都是佛随念啊，都在念佛的话，佛是清净的啦，对不对？我们这三昧又跟佛相应的话，那怎么还会再起烦恼，怎么还会造恶业呢？当然就不会了。好，不止东方诸佛，十方都是如此。菩萨用天耳听闻十方诸佛所说法，那听闻之后还为众生解说。菩萨以他心智知十方诸佛心，也知一切众生所念知道众生的心念随其心，还有观察众生的根性好要，给他契理契机的法门。菩萨以宿命智知道一切众生过去世的善根为众生说法，令其欢喜。菩萨以漏尽神通教化众生令他得三圣得解脱。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方便力成就众生具足佛的一切种智，得无上菩提转法轮。如是菩萨无相无所得无作法中具足忍波罗蜜。再来精进波罗蜜，菩萨云何与诸法无相无作无所得而能具足精进波罗蜜呢？佛告诉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时成就身精进心精进，精进有两个，一个身精进，一个心精进。那成就身心精进而入初二三世禅，而得种种神通。那得神通就能够化身了，能够分一身为多身，甚至手可以触摸日月。好，底下分别谈身精进跟心精进。成就身精进故，可以飞到东方，超越
无量百千万诸佛世界，供养诸佛饮食衣服衣药卧具，花香璎珞种种所需啊，乃至得无上菩提，他的福德果报都无穷尽。此菩萨得无上菩提时，一切世间天及人啊，精进供养衣服饮食，乃至他入无余涅槃之后，那么他的舍利啊，还可以让后人继续供养，他的福德哈，不是说自己涅槃就结束了，他的福德还在，所留下的舍利还可以令后人继续供养，甚至他成无上菩提之后教化弟子，而这些弟子呢也可以得到后人的供养，所以这些弟子啊是沾了这佛的光啊。以神通力故到诸佛的地方啊，听闻佛的教诲，乃至无上菩提所听的法啊，都不会忘失，也不会违背佛的教法啊。此菩萨修一切种智时啊，可以庄严佛世界，成就众生。如是菩萨行般若，成就身精进，能够具足精进波罗蜜。以上是身精进。那云何菩萨成就心精进，能具足精进波罗蜜呢？菩萨心精进，以心精进胜五漏，入八圣道分精进啊，不令身口的不善业乘虚而入啊，他是心非常精进的啊，念念都是清净的啊，不会让身口的不善业乘虚而入，也不取着诸法相啊，不会臆想分别，这是常无常，是苦是乐，是我或无我，是有为或无为。也不会分别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或者是有漏性无漏性，也不分别是禅是无量心是无色定，三十七套品还有三解脱门还有佛实力等功德，他都不取着诸法相，也不取相，不分别是常无常苦乐或无我，或者是声闻的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或者是必知佛道菩萨道无上菩提道啊。好，上面是分别声闻的果，或者是菩提啊，必知佛菩提还有无上菩提。那下面呢是指不分别人呐。不分别哦，这是出国人、二国人、三国人、四国人，也不分别哦，这是必知佛是菩萨还是佛？因为菩萨证得法空啊，不会分别这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等等，那也证得众生空啊，也能够不分别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等啊。那这些圣者，他是断烦恼，而证得实相，才证得圣果嘛。他对这些他也不分别啊，他不取相。众生断三结故得出果啊，三结就是有生见啊，戒禁取见，还有疑啊，这断三结才可以证得出果。菩萨他也不会取相执着。而断三结之外，再进一步贪嗔痴薄可以得二果，那如果断五下分结可以得三果，
五下分解是有生见、借进取见、疑，还有贪、嗔。菩萨也不取向执着。那断五上分解，一切烦恼断尽，可以得阿罗汉。五上分解是色贪、无色贪，还有调举、慢、无明。那菩萨都不会再执着哦，那断什么果，断什么烦恼啊，证什么果？众生以彼之佛道故，作彼之佛，或者众生行道种智故，名菩萨啊。那菩萨都不取着诸法相，何以故？不可以性取相。是性无故。我们对照角注一三二，刮胡一啊，玄奘大师的翻译最后一行。所以者何？所取着法及诸有情，都是无自性可取着故啊。就法也好，众生也好，都是没有自性，都是不能够取着的。那罗什的翻译是说，不可以性取相啊，性跟相啊，如果分别说的话，性比较着重在内在的体性，相呢是展现外在的外貌啊，外相啊。那这里说这个性本身就是无自性啊，那内在的自性都没有了，你怎么可以再去取着外相呢？当然就更不可取着了。如果内无自性，那外在的相也不可得。菩萨以这样的心精进故，来广利益一切众生。虽然这样的利益众生，也能够观众生不可得，是为菩萨具足精进波罗蜜。具足诸佛法，庄严佛国土，成就众生啊，都是以不可得为方便。我们对照角注一三四，玄奘大师的翻译啊，菩萨成就勇猛心精进故啊，虽然经常造作一切有情诸利乐事。经常在利益众生，但是呢，于众生都能够观空，毕竟不可得。虽然利益众生了，但是不会执着哦，这么多众生，我利益他们的，不会执着啊。虽然常圆满所修的精进波罗蜜，而对精进波罗蜜都无所得，也能够观毕竟空。虽然常圆满一切佛法，而于佛法。都观毕竟空无所得，虽然常庄严清净一切佛土，那也不会执着有一个实在清净的佛土啊，对佛土也都能够观毕竟空无所得。菩萨这样的身精进、心精进成就故啊，可以摄取一切诸善法啊，对这些诸善法也不取着。菩萨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为利益众生所作神通都能够随心所欲，没有障碍。降下诸花或者明香，或者做祭乐，或者震动大地放光明，或者显示七宝庄严国土，或者现种种身，或者放大智慧光明，令众生知道圣道，也能够令众生远离十不善道啊，离杀生、偷盗、邪淫等等，或以布施利众生，或者以持戒啊，或者分解割截自己的身体，或以妻子、国土、为己身来布施给众生啊，随所方便
都能够利益众生。像这样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无相无作无所得诸法中，用身心精进，能够具足精进波罗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